好了。那是关闭阀门。嗯。关闭阀门是吧？嗯。这个快放。车。嗯。你看把这个拧下来，去掉了这个。嗯。你看拿接接子扣。接子扣放下，开接子扣。嗯。把这个放出去，把这个拧松一点，把它放到双高的这个方面。嗯，这样子是吧？哎，到临位以后呢，他就觉得这里拍这个，把这个阀门，把这个阀门打开。嗯。我这个没有推开了。嗯。他推开这个数据哎，他可以什么到500克，那拍这个，拍这个到500克左右，这个多少数据？500克左右就停是吧？哎。500多嘞。500搞不好的。嗯。然后就这样子，500克哎。好哎，嗯，好了哎，好了，好了呢，就把这个关闭眼，对这个重新关闭眼，嗯，就把这个取下来，嗯，那这个阀门也关掉，嗯，它关掉这个嘛，这个也关闭以后就取下来，嗯，取下来以后这个嘛，它这地方，把这个给取下来，嗯。以后拿这个，嗯，拿这个的你也去，嗯，你要到这里，到这里拿把这两个取下来，嗯，这两个取下来，这个就是把门开了，上面就不用开了，嗯。就把这两个放回去，嗯，放回去拧紧，两路是拧紧，嗯，把这个放回去，还是拧紧，就行了，嗯，这样子是吧？嗯，嗯，好。